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竞争激烈的共和党初选中，一改过往只支持阿贝·哈马德的立场，宣布同时支持布莱克·马斯特斯和哈马德。这一双重支持的举动，让他与竞选伙伴 J.D. 万斯的支持意见达成一致。马斯特斯此前在二零二二年的选举中失利，而哈马德则因选举篡改指控未能成功当选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 这次的初选结果将直接影响共和党在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选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唐纳德·特朗普，一位无法忽视的政治人物，近日再次在亚利桑那州挑起了政治风波。在竞争激烈的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宣布支持两位候选人，这一举动令人跌破眼镜。周六晚上，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一则帖子，宣告了这一决定。 这次竞选活动前，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支持坚定的选举否认者阿贝哈马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现在也将支持的手伸向了布莱克马斯特斯。特朗普在帖子中说：“我们在周二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共和党初选，选出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两位出色的美国优先候选人布莱克马斯特斯和阿贝哈马德，都得到了我的完全和全面的支持，成为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下一任国会议员。” 马斯特斯这次的支持并非毫无意义。在之前的竞选中，他曾获得特朗普的支持，但在二零二二年的大选中输给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而这次，他是否能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仍需拭目以待。哈马德在六月的一次大型教会竞选集会上得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称赞。特朗普强调，哈马德的选举。 做得非常出色，并再次提出无根据的选举篡改指控。这些指控被认为是哈马德在二零二二年竞选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失败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双重支持来得恰到好处，与他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保持一致。万斯在去年十月的初选中支持马斯特斯，这使得特朗普和万斯的支持意见相左。直到这个周末，马斯特斯在七月十六日的 X 平台上写道。 很高兴在我的众议院竞选中得到我们的下一任副总统 J.D. 万斯的支持。这一天正是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第二天。哈马德的一个竞选账户回应了马斯特斯的帖子，写道：“爱”，并提醒社交媒体用户特朗普对其候选人的支持。自2013年重新划分选区以来，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一直由共和党人掌控。 周二初选的胜利者将在大选中成为热门人选，可能对阵无对手的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戈里·惠顿。这场选举将决定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未来，而特朗普的支持是否会成为决定因素，目前尚不得而知。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 NBC News 点 com 上，报道了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初选中的最新动向。这一事件无疑将引起更多媒体的关注。 特朗普这一神秘举动背后的政治意图和影响，也将成为未来数周政治讨论的焦点。毕竟，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只有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中宣布，同时支持两位候选人布莱克·马斯特斯和阿贝·哈马德。这一举措在共和党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此之前，特朗普只支持阿贝·哈马德，这次转而同时支持马斯特斯，显示出他在初选前几天面临的选择压力和策略调整。 布莱克·马斯特斯在2022年大选中曾是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但最终输给了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马斯特斯的失利使得他在本次初选中稍显低迷，直到特朗普的再次支持。阿贝·哈马德此前也受到了特朗普的青睐，但在2022年竞选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时失利。特朗普坚称这次选举被操纵，这一论点也成为哈马德竞选活动中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双重支持也与其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的意见保持一致。万斯在去年十月的初选中支持马斯特斯，这导致了特朗普和万斯在支持候选人上的分歧。直到这个周末，特朗普才支持哈马德，这一动作被认为是协调共和党内部立场的一部分。根据二零一三年重新划分选区后，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一直由共和党掌控。 因此，初选的胜利者在大选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几乎确定将成为该选区的下一任国会议员。这使得共和党初选变得尤为关键。马斯特斯和哈马德的竞选活动各有特色。马斯特斯在之前的选举失利后，重新调整了竞选策略，试图通过更多的基层活动和政策宣传来吸引选民。 哈马德则继续强调选举透明度和选举改革，试图利用特朗普的选举篡改指控来赢得支持。从数据上看，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选民结构主要由共和党选民组成。根据最新的选民登记数据，共和党的登记选民数量远超民主党，这使得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占有先天优势。 根据历史数据，自二零一三年重新划分选区以来，共和党在该选区的选举中一直保持优势。这次初选的胜出者也被普遍认为将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特朗普的双重支持不仅是对两位候选人的背书，也是对共和党选民的信号，显示出他对两位候选人都抱有信心，并希望通过此举来巩固共和党在该选区的压倒性优势。 这一举措也反映了特朗普对共和党内部权力平衡的考量，试图通过支持不同派系的候选人来保持党内团结。总体而言，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的双重支持，无论对马斯特斯还是哈马德，都是一次重要的选举策略调整，旨在确保共和党在这个关键选区的控制地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看吧，特朗普又在亚利桑那州大展身手了。这次他双管齐下，同时支持了布莱克·马斯特斯和阿贝·哈马德。这种双重支持策略，真是显示了他的政治精明。 这不仅能够扩大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还能确保他的选民基础不会分裂。就像当年三国时代的曹操，既能用文人，也能用武将，这才成就了他的霸业。楚天舒，你这魔说，真是给了特朗普太多的面子。双重支持，这不是政治精明，而是显示了他的摇摆不定和缺乏立场。 这种行为更像是《水浒传》里的宋江，总是左右逢源，最后还是落得一场空。而且，你知道吗？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美国只有30%的选民相信选举被操纵。特朗普这种重申毫无根据的指控，只会让他和他的支持者更加边缘化。谢琪琪，你这魔说就有点片面了。 特朗普的双重支持其实是为了应对亚利桑那州内部复杂的政治局势，这种灵活变通正是他的强项。就像拿破仑在埃及战役中同时对付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灵活应对，最终取得胜利。而且，根据美国选举研究中心的报告。 特朗普在二零二零年大选中仍然有超过七千四百万选民支持，这些人就是他的坚实后盾。哎，楚天舒，别把特朗普比作拿破仑了，拿破仑可莫在退位后到处喊选举被操纵。特朗普的这种行径，反倒让人想到那个著名的“狼来了”故事，总是喊着选举被操纵，但实际上毫无证据。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这种行为只会让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侵蚀，让更多人对选举结果产生怀疑。不过，既然你提到支持者，那就别忘了，2022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支持的多数候选人都败选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谢奇奇，你这么说倒也有你的道理，但不要忘了。 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都需要经历挫折，这才是成长的过程。就像丘吉尔在二战初期也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英国的英雄。而且，据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特朗普仍然在共和党内保持着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支持率，这说明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这次的双重支持策略，也许就是他东山再起的一步棋呢。 楚天说，你这可是甩锅甩的一流啊！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现实和历史故事不一样。特朗普这种反复无常的支持策略，只会让他的支持者更加混淆。一个领袖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目标，而不是像他这样的摇摆不定。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虽然屡遭挫折，但始终坚持匡扶汉室的信念。 最终才成就了一番大业。特朗普只顾眼前利益，恐怕难有长远发展。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哎，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初选可真是热闹非凡啊！ 前总统特朗普在这场竞争激烈的竞选中，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先是支持了坚定的选举否认者阿贝·哈马德，但在周六晚上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又支持了布莱克·马斯特斯。这情况就像你在看一场摔跤比赛，结果摔跤手突然联手打起来了，让观众惊掉了下巴。 特朗普这波双重支持可不是随便玩的。他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给了哈马德和马斯特斯双重保证，说他们都是美国优先的好小伙子。这让人不禁怀疑，特朗普是打算两边押宝，还是怕得罪了某一方的选民呢？总之，他的这个举动确实让人捉摸不透。 回顾一下历史，马斯特斯在2022年的大选中输给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这次重新出征，能否逆风翻盘还是个未知数。而哈马德呢？他上次竞选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失败，特朗普一直在替他喊冤，说选举被操纵了。这种毫无根据的选举篡改指控，让人觉得特朗普是在用力过猛。 更有趣的是，特朗普这次的双重支持与他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保持了一致。万斯可是去年十月初选中就力挺马斯特斯的，这次算是和特朗普走到一条船上了。马斯特斯还在 X 平台上大放厥词，说很高兴得到下一任副总统 J.D. 万斯的支持。这话一出。 哈马德的竞选账户立刻回应了一个“爱”，就像是被人扇了一个大耳光。亚利桑那州第八国会选区自2013年重新划分选区以来，一直由共和党人掌控。这场初选的胜者，很大机会成为大选中的热门人选。对阵的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戈里·惠顿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大动作，难道是打算来个神兵天降，让人措手不及？ 总的来说，特朗普这次双重支持，既有可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选举否认大旗，也有可能是想要稳住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不管怎么说，这场初选还真是充满了戏剧性。谁能在这场混战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